给大家录一首神曲，录一首，好多天没有录歌了，给大家录一首《再见》，希望宝宝们能够喜欢。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也许明天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，和你要分离，我眼泪就掉下去。关注杨莹啊，我的房间是21894 YY 房间号21894，然后每天下午1点正常直播。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，也许明天就再也见不到你。明天给的